你好，这个2024这个桃园年货大街哈，就是说，我们到桃园县内的各大市场，市场就是我们的市场的年货大街，民众采买的年货，再到有指定的市场，有这一个拱门造型拱门龙年拱门，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，以下的奖品还蛮丰富，记得一定要上他的 FB， 桃园有好事，一定要把你的照片上传。这样子才会跟你抽奖，奖项非常丰富，所以各位民众好好的参加，谢谢，买年货来龙潭市场，赞。